有余，又有力全部所有一切的事情。主啊，请你祝福保守我们的牧师师母，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亲人和朋友，我们的地球。主啊，一切的荣耀赞美得胜归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又一天的清晨，我们又来到父的家中，虽然有一点蒙蒙雨，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来。父啊，虽然有点迟到，请你宽恕我的错，因为每天上班的时候一觉醒来就七点了。父啊，我会改正我的错，请你施恩给我，让我有坚强的身体，因为每天工作这是服务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专注的工作也十分的辛苦。主啊，请你赐给我有一个坚强的心，来跟父亲早上请安。父啊，请你的意念够我使用。父啊，你把我跟我的家人留在美国，有你的美意，所以我们行在这个真理的道路上，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父啊，我只有一句话，请你使用我，管教我，每天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父啊，我目前要做的工作，把它挂在神你的十字架上。主啊，请你开恩，点亮我前面的路，不管前面的路多崎岖、多坎坷，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但是我会心中有主，每天都心安宁、灵快乐。我会把我们信主的一些心得跟我们店里的人分享，或者是在地铁上跟人家分享，希望有一天更多更多的人来归向我们的阿爸父，更多更多的人得到益处，更多更多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磁场、他们的工作都能够安康乐业。父啊，感谢你一路以来不离不弃的帮助我往前走，也帮助我们家的两个小孩思威跟郭婷宜，能够礼拜天他自己的都主动的来听牧师的讲道，也更加希望我为他们晨祷，每天为他们祷告，希望有一天他们一起来教会洗礼，因为年轻人是国家的栋梁，我们必须好好的培养他们。父啊，请你增添我的力量。父啊，请你也挪走我贪恋的心。每当我有的时候，我总是想要更多更多一点，请你挪走我那不好的灵。你在诗篇上是这样的教育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是的，因为父亲有你的慈爱，我留在美利坚共和国这块土地上，也希望川普能够为 United States 的人们所想所做，少打贸易战，把国家强壮起来，让世界的人们为美利坚共和国的人感到骄傲、祝福，世界有平安，
才会有安康的家。没有国家，哪有自己的家呢？所以，我也诚心的希望川普总统连任，把他经商的一些经验来经历美利坚共和国这块美好的土地、滋润的土地，让更多的人向往这块土地，喜乐安康。此上的荣耀是归于宝座上的王，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早上，我说用七十九有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耶稣，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耶和华，因为你在金谷城里向我所施的奇妙的慈爱是何等的多，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来赞美耶和华，我们要来敬畏耶和华，甚喜爱耶和华你的命令的人必定是有福的，所以我要立志来到你的面前宣告你的话，我不从罪人的道路，不做信慢人的座位，唯一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就成为有福的人，我的后代在世也必强盛，真的人的后代也有蒙福，主啊，所以我们立志在你的面前，行在你的心意中，行在你的真理中，我们的全家都是有蒙福，我们的教会也更有蒙福，这叫我们蒙福，我们的社区也蒙福，我们的国家也蒙福，主啊，将这个哈利福分福音能够传遍天地，所以因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因着我们的生命被你使用，因着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主啊，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已经恢复原来你所创造原来的人的美好，我们正在这个路途当中，主啊，你的手在我们身上，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做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我们向你献上万分的感恩与赞美，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们你赐给我们的产业完完全全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让我们的后代的后代都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看得住你一定为我们打开天上的门，也是为我们打开福音的大门，主啊，在这两个星期来，主啊，你真是行出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看见，主啊，你的手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孩子所有的家庭婚姻都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让我们成为基督化的家庭，能够竞争耶和华你的名，竞争耶稣基督你的福音，是可靠的，是真实的，主啊，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纯福音的哈利路亚的教会，主啊，从我们的个人开始，从我们的家庭开始，主啊，我们谢谢你开了这个福音的大门，主耶稣啊，我们要看到你前面的道路，主啊，你继续在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做奇妙可畏的工作，主啊，所有的人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真是认识耶稣基督，你就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是来救我们的世人，你是来爱我们的世人，是每一个灵魂靠近我们的人，我们的生命就影响生命，每个人都要来信靠耶稣，唯独父你的面前就是你美好的旨意，主啊，求你的手安守在我们身上，祝成你自己美善的工作，因为你慈爱的手在我们身上要做奇妙的工作，主耶稣，你要相信在这个教会当中，在每一个同工当中，与我们的牧者师母能够真是同一阵，他在走在你的福音的道路上，主耶稣，让我们越走的时候越光明，越走的时候越有能力，越走的时候看到你的光，让我们行在光中必得见光，主你就是那光，主耶稣，你
每一天成我们生命的亮光。主啊，我们的生命属于你，我们的家庭属于你，我们的教会属于你，我们所住的地方，主啊，在地区还有国家都在你的保守同中。主耶稣，求你继续在美国总统的身上做奇妙可贵的工作，特别在家在总统府来为他们成为灯牌的祷告的每一位牧者，每一位同工，每一位神的仆人。主啊，你保守他们的家庭，还有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让他们领受从天上你而来的启示，让他们在你的面前的祷告，你垂听他们的祷告，你应允他们的祷告，你保守总统府，还有所有的，还有政府的人员，还有你所建立的官员，主啊，都要哈利路亚向你跪拜，哈利路亚遵从你的话，行在你的心意中，让这个美国能够复兴起来。主啊，求你赦免美国家地的所有的罪业，医治家地，保守家地。主耶稣啊，让你继续能够哈利路亚在美国总统还有川普当中，你所选择的王，还有鼓励王，让你继续能够继续在美国能够选他。主耶稣啊，我是来完成你的大使命。主耶稣啊，你指他长寿，给他的健康，给他的信心，给他的坚强的意志，能够守你圣经里面所有的业，能够行在其中，带动美国的百姓归向你。主耶稣啊，就是你的心意。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哈利俯伏，哈利路亚呼求你，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啊，求你差遣天主天君来到美国这一地，现在就开始动工，到明年的选举都是好。主啊，你就彰显你自己的美德，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彰显你自己的主意。主耶稣啊，在美国这方有地上，主耶稣啊，让你的名在这地被高举，恢复美国用基督建立国家，哈利路亚！这个恢复原来你的美好和祝福。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的祷告是不高，但是主啊，你继续在父的右边，为这一切你所为我们祝福，为我们命定，为我们立定，你跟立约的应许能够做成在我们当中，差下天主天君成就关乎我们的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在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你的奇妙慈爱，主啊，每一天向我们施展。哈利路亚，因为你是真的是天地万物的主。哈利路亚，怜悯慈爱美好的主。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把我们的国家带到你圣宝座面前，主啊，川普总统，主啊即将进入这个再一次的主啊投票选举是否连任，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来呼求，主你来帮助我，主啊来帮助基督徒，主啊能够知道川普总统是你所拣选的，是你所高立的，是你所使用的。哈利路亚，主你也赐福川普总统，使他更多被你的爱来充满，主啊更多的那个慈父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性情，主啊向美国的百姓呈现出来，在列国当中呈现出来，彰显你的荣耀。哈利路亚，主你兴起美国也是为了列国，主啊你兴起川普是为了要来复兴美国。阿爸天父啊，真的是愿你真的是更大的荣耀能力权柄，主啊赐给他，一起扶持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及他的家人，主啊让他能够成就你天上的旨意。哈利路亚，主主啊你的宝血也来救赎，也来真的是视为环绕，主啊堵住其中的破口。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是软弱的，但是主你说在我们软弱上要显出你的刚强。哈利路亚，因此我们来向你献上祷告跟祈求。哈利路亚，主你来继续的高抹川普总统，主啊使他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都真的是彰显你天上的计划和心意之一，主啊你也裁判天使在他前后左右保护着他，也为他开路，主啊使你天上的旨意带到地上是畅通无阻的，挪去一切的拦阻。哈利路亚，所以你也真的是兴起更多的基督徒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要祷告，主啊主啊我们若不祷告，主啊天父你就不能做什么，
帮助我们每一个儿女在这一个5780年，主啊，被你的慈爱怜悯恩典，主啊，说啊，真的是引领，主啊，使我们真的是更多的兴起来，更多的主啊，明白天父你的旨意，要行走在其间。主耶稣，主啊，我们有各样的残累，主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宝血洁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一个真的是清洁的心，有一个敏锐的灵，主啊，有一个这个智慧的心，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主啊，使我们不在这地上，主啊，真的是忙忙碌碌，但是要来专心等候你，要来明白你的旨意，要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哈利路亚，要知道你的作为，阿爸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复兴你的教会，真的是真的高牧你每一个仆人使女，在美国，在列邦列国当中，然后高牧你的仆人使女，主啊，你的出口，主啊，使他们能够在此时此刻更多的主啊与你对齐，更多的主啊靠着圣灵的大能，主啊来真的是牧养你的群羊，主耶稣，你也让我们这些群羊都能够主啊谦卑温柔顺服受教，哈利路亚，真的是主啊，你把圣灵的果子、耶稣的香气，主啊充满在主啊你的子民当中，哈利路亚，主啊你在坚固城里面向我们施展主啊奇妙的慈爱，哈利路亚，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在向审判发生，主啊我们有很多的过犯，主你的宝血的救赎我们、接近我们、赦免我们，带领我们前行，带领我们与你对齐，带领我们，哈利路亚，主啊在这个时刻，主啊要真的是要站在神儿子的身份地位上，主啊要来宣告你的话语，要来真的是主啊为你坚强刚强站立，哈利路亚，主我们也为在美国在列邦列国当中，主啊这些同性恋啊变性，主啊这个是这样子的一股黑暗权势的这个潮流，主啊向你献上祷告与祈求，主耶稣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你宝血遮盖我们，救赎我们，主啊向这些人显明你的救恩，主啊因为你爱的缘故，你要来管教他们，主啊使他们谦卑俯伏下来，主啊要知道你是神，哈利路亚，是的主你真的是愿慈神爱所，愿你的宝血来医治他们、释放他们，重新点亮他们生命之光，主啊使他们能够看见这救恩，能够知道真爱、真自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真的是也继续的为香港来献上祷告，为中国献上祷告，祝中国跟香港的合一，求阿爸天父你主啊用你的大能来真的是成就，阿爸天父你也愿你的真的是主啊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香港，来救赎香港百姓一切的过犯，也来救赎中国香港执政掌权的有任何没有行在你心意当中的，主啊求你都来赦免，主啊任何的背后这个共产党主义背后的主啊黑暗的权势，任何人的权势的搅扰，主耶稣啊你已经真的是在2000多年前已经胜过了他，如今你要来释放中国的百姓脱离这些黑暗的权势的惨烈，主啊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主啊来真的是愿主的宝血来断开主啊龙的传能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信念这样子的一个主啊在心中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以说求你来洁净，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是尊贵的神儿子，哈利路亚，主啊一切的主关于十二生肖的这些的这个异端邪说，叫这些使人尊贵的身份降卑为低级动物的，主啊都恳求你来赦免，主啊仇敌所做的偷窃、杀害、毁坏的工作，耶稣你的宝血主啊来释放，哈利路亚来拯救，哈利路亚使我们脱离这些这个悲情下品，主啊我们要来恢复神儿女的尊贵圣洁身份，主你真的是来做奇妙的工作，在中国主啊建国70年之后，主啊你要来扶起中国真的是苏醒中国人心，主啊使他们
啊，都能够主啊预备好心来归向你。主，我们也为以色列的那坦雅各中的主哥主啊来献上祷告。主啊，你啊大力来帮助他，主啊来啊真的是差派你所拣选的人在他的侍卫来引导来扶持他。哈利路亚，主，你也差派天使天君来帮助他，在以色列侍卫主啊啊更多的护卫。主啊也在以色列的政权里面主啊做拆毁的工作，做重新建造的工作，主啊是这个以色列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政治这个君王的这样子的一个里面，主啊要彰显出主啊主耶稣基督的主啊政权担在真的是与他们，让他们与主耶稣一同做完，一同执政，一同掌权。照着你天上的旨意而行，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极大的恩典，主要来托住那坦雅各中尼，使他能够有足够的主啊圣洁跟能力、智慧、聪明、谋略，主要使他能够主啊做好，也能够主啊在平稳以色列这个国家，主啊你继续的扶持他，使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哈利路亚，成为已经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还要更多更大的成为列邦列国的祝福。主你你的荣耀在这子民当中，在这个国家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国学的圣教会的众弟兄姊妹牧者以及我们的家族血脉，主要能够主要在你羔羊的宝血的救赎之下，主要一切的咒诅都成为祝福，主要使我们要来快速的来归向你。哈利路亚，主你来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解决我们家庭的问题，解决我们工作的问题，解决我们一切人际关系的问题以及与父关系的问题。主你来真的是帮助我们。阿爸天父，哈利路亚，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要在这个新年的里面，主要有个新的志向，有个新的信心，有新的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有个新的能力来跟随神。还是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姐妹在你面前的倾心吐意，把所有的问题带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清楚知道一万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基督耶稣啊！你在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已经给我们的应许，女人生的后裔弥赛亚就是来打破仇敌的头，所有的恶者魔鬼，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震打他、粉碎他，让他完全没有地位，也没有权柄来搅扰这个世界。主啊，你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在十字架上行了的时候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啊，我们相信你要让你的灵充满每一个神的孩子，充满这个纯地，充满所有神啊你所运行在每一个角落当中，让我们真是靠着圣灵行事为人，我们就靠着主的得胜荣耀归向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天上的父，愿人的君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夜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有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永远远，阿门。